meeting? How do you do? Where are you from? I'm Chinese. 안녕하세요. 이번 날씨 대해서가 안녕하세요. 你有事吗？哎呀，你是中国人呐！哎，你早说呀！哎呀，渴死我了！哎呦，太爽了！谢谢。哎，还有吗？ 没有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还得问你一下，你知道，回中国怎么走吗？你顺着这条小路，一直走，穿过那片树林，穿过树林之后，你会发现一座山，向右拐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？我来做生意的。哦，刚才真的是感谢你这半瓶矿泉水啊！哎呀。 要是没这水，我估计现在我就虚脱了。那这样，我再给你讲一笑话啊。说这个有两只青蛙，然后呢，在一块儿结婚了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就生出来一只癞蛤蟆来了。要水吗？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中国男子二十多岁，上身穿着红色的衣服，下身穿个牛仔裤？怎么了？他们在追你啊！啊，他们是坏人。刚才我帮了一个中国警察的忙，现在他们在追杀我。 哦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啊！哎，等我！哎，这一带你比我熟，还有什么路能跑啊？你这么乱跑肯定不行。这样，你赶紧躲到那个树林里面去。啊，那里边啊？对。行，谢谢啊。你小心点。站住！站住！ 站住！站住！说你呢！站住！有什么事儿吗？跟你在一起那个男人呢？谁啊？有人看见你跟他在一起走路。哦，那个人找我问路来着。他人呢？走了。啊，往那个前面树林里去了。他跑得很快。走，追！快！ 回来的，快走吧！哎，咱们还是分开走吧，要不我该连累你了。没事儿，我帮人报到底，这样我还知道另外一条小路通往东京口岸。咱们从沙果湾走，快走啊！啊。 喂，九号店子也看见他了，他去了沙罗湾了。还有，他和女的在一起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走。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？我叫黎佳，黎是黎明的黎，佳呢是年度最佳人物的佳。<笑> 年度最佳人物，那你正好碰上了我这个年度最衰人物。哎，我叫岳峰，方便留个手机号码吗？嗯。
不能再连累你了。我先跑出去引开他们，你就躲在这儿，等他们跑远了，你自己再跑。啊，只要他们走了，你对这里的地形也不熟。其实，咱们离边境不远了，就快到了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。不行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与其两个人被抓，还不如我跑出去先引开他们。你就躲在这儿，千万别动啊！我去引开他们。谁说我是年度最衰人物？哼，走啦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！走！好啊，再跑一下打我们！别开枪，我不跑，我跟你们走，我绝对不跑了。说，跟你在一起的女的呢？女的？什么女的？嘴硬，你嘴硬还把我缠住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整点力气吧。你故意自投罗网，就是为了掩护那个狗逃走，没错吧？是啊，人家就是个过路人，我不能连累人家。你们说，还算仗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啊，我叫岳峰，岳峰的岳，岳峰的峰，年度最衰人物。来走，上。我看他们不认识。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，连眼神都没交流一下。你说会不会是阿昌自作主张和阮林浩联络的？阿昌一定有途径找到我们内部最高的机密。可惜啊，他交给阮林浩的送货图我们还没有找到。老方是地头蛇，根基深，人脉广，他的爪牙明的暗的在咱们内部还有不少。要不是你监听了阿昌的电话，你能想到他是老方的人吗？是啊，幸亏段兄及时出手，要不然阮凌浩带走了我们新制定的走货计划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看来老方的爪牙不及时清理干净，我们寸步难行。明的好找，暗的难。甭管他明的暗的，今天晚上我让他们通通完蛋。这个男的叫岳峰，他对我们赌场的视频信号做了手脚。他和中国境内的人合作，要骗我们赌场的钱。后来，他和阮凌浩一起逃跑。我们还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一伙的。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哎，你别说，看见你在这儿啊，我还心里挺踏实
对了，我还没问你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呀？啊？你别说，你看着还真像个警察，但是你一定是个倒霉的警察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啊，我刚见到你开始，我都变倒霉了，而且越来越倒霉。先是被追，满山遍野的跑，现在又被捐，这手铐都铐上了。他怎么给打成这样了都？是你打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打我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没变嘛，阿昌都跟你说了什么呀？我知道，在致电派出所有关我的材料堆了满满一书柜，都是你收集的。这是龚晓明告诉我的，可惜呀，他年纪轻轻的就死了。龚晓明背叛了你，你认为是我给你的耻辱，所以你要报复。你就收买了阿昌，想从他那儿得到我的情报。哼，我们俩斗了7年了，我还是了解你的。郑广成夫妇之死，你一直忘不了，你总惦记着。本来我是冲你去的，你不在，你让他们带你的班，所以他们才被我误杀了。还有你老婆的事，你一直耿耿于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一提起他们，你就气愤成这个样子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很内疚，又没办法跟别人说，所以你才7年如1日的待在致电派出所，和我死缠烂打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你怕内疚，你怕别人为你死，对不对？这位小朋友是你的战友吗？我不认识他。我也不认识他。阮参谋，你们两个不是一起逃跑的吗？哎，你别拿枪指着我呀，再走火了。你看，你快说句话呀。你阿昌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就不是你的战友，他也是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吧？你们中国军人不是讲军民鱼水情吗？你真的见死不救？你就是不说，我一枪崩了他，我让你临死之前再内疚一回。哎，别，冷静一点啊！你快说句话呀！你发什么呆呀？你人家拿枪指着我呢，你看看。你看，你不是警察吗？你得先保护老百姓的安全呀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你随便编两句，你先把我命保住了再说呀。你吃错药了吧？嗨，你看，你别指着我，你拿枪指着他。你真的不说吗？你别以为我没有办法了，我有的是办法，咱们一件一件的来，我看你能牛到什么程度。7年了，最终你不是还落在我手里吗？
插队。指着我脑袋呀，那是真枪啊，真枪实弹的呀！啊，你整个一见死不救啊你！我跟你说，刚才你是没看见，真枪指着我脑袋，人家梆都开枪了，我这脑袋差点就报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无动于衷，看着竟然，你肯定不是警察。你要是警察，你应该首先保护人民呀、啊，你怎么能看着置之不理呢？啊，你就是个冷血动物，你！傻小子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。你说什么？你听见没？他说他要救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么救我呀？啊？